墙这边居然还要磕水花片哦！对，哇，刀工很厉害，这么炫技哦啊！不是不交代，不是不交代，他平常不会交代我的事情。对啊，看来厨爸这边不简单，因为做餐饮你本来就是要带点水花了。有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符合板凳的感觉呢，对不对？等下。 过去那边有一条龙出来了，我跟你讲。确定？我们就看一下有没有。好的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瓜子啊，吃瓜子。真的，欢迎来到我们詹五府的喜事啊！哎，今天这个非常开心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。参与这个盛会，对，一看就知道我们是并桌的啊。哎，没错，前男友。一样，我们今天的半桌挑战赛，跟我们的外汇挑战赛一样的概念。一样的，只要对手做好。 放在桌上，开始计算，好，开始计算，一分钟，超过一分钟就先得一票，然后一样超过了三分钟以上就得两票，两票都准备好了吗？好，准备。可以。好的，那我们比赛就计时开始。来，我们王吴师傅先走。好的，这个单元是吴师傅的强项啊，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强项。今天来看表演的，都是快炒菜。 不是，很难得来吃喜宴的时候，还可以看到后面厨师在做菜。是啊，主人家在煮给我们吃，很少那么有临场感。这就传统外汇都会这样子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配了两个超好刀工的。对，其实我现在做餐饮或者是影片啊，或者是出书，都是他帮我配料。你看，一个是那个刀王，对，一个是刀后。爸爸。 两个都属牛的，对吗？分嘛，对，分嘛。三个，你喜欢姐姐吗？哦，喜欢，非常喜欢。哎呦，他没有姐姐啦。哦，对，就你哥哥。哦，只有哥哥，他很讨厌他哥哥。我们还是一家人，不要那么直接嘛。不要带风向。不是，我今天有什么策略吗？策略其实有两个帮我背料，其实我刚刚有也有交代，就是反正他们都知道要做什么。 要微的先微，要微的先微。嗯，这个很重要。原来蛋花他们就是要这样子先炒，然后先把香气做出来。对，我先弄一颗蛋下去把它煸香，然后在我的汤的就比较浓郁。对，那留两颗做蛋花。啊，最后的蛋。啊，分次来做，分次来做，分次来做。哇，想这边居然还要磕水花片哦。对。哇，刀工很厉害哦。这么炫技哦啊！我是不交代，我是不交代，他平常不会交代我的事情。对啊，对。看来厨爸这边不简单，因为做餐饮你本来就是要带点水花了。有，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符合板凳的感觉呢。对，等下过去那边有一条龙出来了，我跟你讲。确定？我们就看一下有没有。好，对，这边策略不一样哦。嘿，
很厉害。对啊，